好，准备自我介绍。我就是那个脖子最长、头发最多、表情最凶的杨桃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喜欢空手拉二胡。还有，就是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发发呆什么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体重，还可以减肥。接下来我给你演示一遍。天哪，眼睛都累了。多多锻炼，多打篮球。你就是那个最瘦的。